平时不注意饮食，一遇上便秘就猛吃香蕉、蔬菜。生命君很遗憾地告诉你，这些补救措施不仅无法缓解便秘，还可能让你的肠道更堵。生命时报特邀权威专家解读便秘的真实原因，带你走出食疗便秘的几大误区。受访专家，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学会副主任委员卢大平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王化宏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夏鹏斌。五少引发便秘，临床上对便秘的定义为在一周或是一个月中，有 25% 的排便处于干球粪或硬粪状态。下面五点都会引发便秘。一、节食吃得少。有些人为了减肥，进食量锐减，大便量自然也会减少。只有摄入足够的食物，才足以刺激肠蠕动，使粪便正常通行。进食量少，摄入的营养素也不足，会使肌肉萎缩，让排便更困难。建议，即便是减肥期间，一日三餐也要保证饮食均衡。二、喝水少。大便的 70% 都是水分，若身体缺水，大便中的水分就会被大肠吸收，导致大便干燥，排便不畅。建议便秘者每天喝2000毫升水，分成8到10次喝。三、膳食纤维摄入少。长期缺乏纤维易导致食物残渣、脂肪等堆积，致使肠道内膜脱落，发生器官性病变，形成习惯性便秘。建议日常应有意识地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，用全麦制品代替精白米面，做米饭时放些绿豆、芸豆等豆类，也可用番薯、马铃薯等薯类代替部分粮食，多吃果蔬，尤其是芹菜、韭菜、苹果等含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品种。四、植物油脂吃太少。含有丰富油脂的食物能帮助肠道润滑，这对人体内废物的排泄非常重要。建议松子、核桃等坚果以及芝麻中都含有可以润肠的植物油脂，便秘时可适当多吃一点。虽然油炸食物也含油脂，但却起不到润肠作用，甚至可能加重便秘。五、运动少，导致人们的胃肠蠕动减缓，加上不少人吃饭不规律，也可能导致便秘。建议不要总是坐在办公桌前或整个周末都待在家里，定时起身走走，舒展舒展筋骨。下班后做些有氧运动，如慢跑、打羽毛球等，防便秘的好食物。生命时报综合日本 MSN 网站的报道，推荐能有效预防便秘的几类食物，平时不妨多吃。一、芝麻、杏仁等富含镁的食物。日本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和女子营养大学联合研究显示，镁摄取量少的人容易便秘。镁具有清泻、软化粪便的作用，适量摄取有助通便。富含镁的食物还有花生、糙米、核桃、香蕉等。泡菜、发酵酱油等富含植物性乳酸菌的食物，乳酸菌有调整肠道环境、消除便秘的作用。但乳酸菌分动物性和植物性两类，能起到预防便秘作用的是后者，因为后者比前者耐酸性环境，能活着到达肠道并发挥作用，并且后者在肠道内的存活率是前者的10倍。芦笋、洋葱等富含寡糖的食物，寡糖又被称为低聚糖，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，其聚合度相对较低。研究发现，寡糖能增加母乳的双歧杆菌含量，有助调整肠道环境。富含寡糖的食物还有大蒜、咖啡、玉米、蜂蜜、各类豆制品等。青椒、奇异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
在肠道内的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能增加益生菌数量，从而间接预防便秘。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还有鲜枣、橙子和绿叶蔬菜等，橄榄油、葵花籽油等富含油酸的食物。油酸有乳化作用，能软化肠内粪便，促进排便。富含油酸的食物还有芝麻、花生、杏仁、核桃等坚果，粗粮和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食物中膳食纤维分水溶性和不溶性两种，前者能软化粪便，增加肠道益生菌数量，调整人体内的微生态平衡，后者能在肠道内吸水膨胀，刺激肠壁，加快肠道蠕动以及吸附有害物质，并将其排出体外。富含这两种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各种粗粮杂豆，比如糙米、红豆、绿豆、芸豆等菌藻类食物，如木耳、海带、口蘑等，以及各种水果蔬菜，如西红柿、苹果等。食疗便秘的三个误区。很多人相信通过饮食能缓解便秘，但实际上却犯了不少错。错误一，喝酸奶可以治愈便秘。美国教授普拉瑟说，尽管酸奶中的益生菌有助于促进肠道中的健康细菌繁殖，酸奶在清洁肠道方面的功劳有些被夸大了。严重便秘患者最好服用含有益生菌的膳食补充剂，而不是一味喝大量的酸奶，特别是如果喝了过期酸奶，反而会导致便秘。错误二，香蕉吃的不对。只有熟透的香蕉才有润肠功能，如果多吃了生的香蕉，不仅不能通便，反而会加重便秘。因为没有熟透的香蕉含较多鞣酸，对消化道有收敛作用，会抑制胃肠蠕动。一般来说，将香蕉放在通风处存放，至表皮有黑斑，但内里质地并未改变时吃最好。错误三，大量喝茶。便秘者并不适宜多喝茶，因为茶有收敛作用，喝多了反而会加重便秘。